这一个球打到了是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手后退接杀出局，距离够了。三垒上的跑者要利用这个高飞牺牲打回来得分，林奕泉跑回来，球队的第5分进来了。目前犀牛是5-0领先，林冠生的一个高飞牺牲打带有1分的打点。